我是悉尼大学的校长史麦克。在新春佳节，我向大家拜年。在即将过去的猴年里，我们有些遗憾，但更多的是欣喜。遗憾的是，我们伤心告别了陪伴我们88年的林华英树。欣喜的是，我们一起见证了悉尼大学中国中心的落成，它是我们在中国土壤中播下的一粒种子。悉尼大学同中国的合作历史久远，并一直领先。明年，我们将一如既往继续探索在各领域、各处有的深化合作与交流。雄鸡一场，天下败。祝愿各位校友在新年里能更上的层楼，开启人生的新篇章。我真诚地感谢你们的支持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鸡年吉祥。